你过身到即马十八年啊，啊，我来唱歌嘛，唱十七年。虽然你无看到，但是我相信你有看到。虽然这十几年来无变歹，而且囡仔嘛已经拢读大学足大，我家庭过了足好诶。啊，阮后我原来过了足好诶。爸爸，我先煞甲你讲，后今年得到咱中华关诶模范母亲。鹿港的欧巴陈水扁。谁哥？美人姐好，豪哥好，昌哥，就好咧。我他后壁听，唔是啦，唔是我无遐高啦，唔是袂来啦，是讲好我休一阵嘛啦。哦，对，你一阵卖休三档就对啦。唔是，顶过来跳了吼，真正要跳进前就失眠一礼拜。跳了，规身躯酸透透，酸一礼拜。啊，所以我佫加强者，我先头练了，好再来啦。是是是，不过因为他不是走唱跳的这个路线的，对不对？哈，不过那一次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哈。很大突破。那今天不用你唱跳了，真的。听说，但是今天要拿出来表演，也是他从来没有在舞台上面唱过的歌。哦，对，有修过了，就放在心里。那时候其实十几年前哦，跟志豪上节目的时阵。有唱过，差不多十五年了吧，就那一天是要做那个父亲节的特辑，哦，因为一般我们都是做母亲节，其实大家平常很多人唱都是唱妈妈比较多，很少唱爸爸的歌，是，所以有人有一句话讲啊，那个母亲节吃凉鞋啊，父亲节找无饭呀，那你跟爸爸的感情是怎么样的一种父子感情呢？他是很辛苦一个。就苦的，就苦的嘞。然后我们当时在做渔文啊，对，所以是算是农渔牧的相关的。所以阵，爸爸因嘛就无用当管管嘞。可是，但是阮拢就讲叫阮老爸。我们有五个兄弟哦，只要有犯错，我爸爸知道回来就是先打再说。哎呦，当然先怕再讲啊。所以恁家的秀才啊，拢不三时拢传掉。咱的中红的嘎嘎无？嘎嘎。归嘎嘎公公嘞。用嘎嘎。对啊。嘿，你来凶吧？啊，不会就他不会打头什么，就打脚。哦，爸爸有练过啦，怎样共对哈？会听啊，没凶的。对，真难啦。对，哎呀，所以一直都我们兄弟都很怕我爸爸了。对啊，所以跟爸爸其实没有讲很多的话。是，对，但可是对我爸爸，如果我爸爸现在还在的话啦，我现在也没有在唱歌。哦，他不同意你进演艺圈。对，我爸爸他不要让我唱歌。我那时候读高中就跟丽友，跟丽友，对，我们一起都去报名外面的歌唱比赛。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偷偷去哦，有一次就是我不知道我回家就被打，然后我同爸，你现在干嘛？你找一个人唱歌比赛哦。啊，也在，我也在，就是那个歌唱比赛的评审老师，还有那个。有人跑去我家，照上面的我们留的资料，跑去我家，要把他签下来。唱得太好，找阮老爸讲，要叫我去唱歌，然后阮老爸足生气，甲赶我出去。哦，所以这样子你就没有进演艺圈，你就乖乖的去做餐厅啊那些的。对，有好几年都没有唱歌。那你这个事情，你跟爸爸有造成就后来就不太讲话吗？对啊，其实都不太讲话。不是啊，你知不知道爸爸反对的原因是什么？后来是我爸爸，他是肝病嘛，有肝病，然后后期比较严重，那个时候是肝脑病变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有问啊，问讲你想要不要我唱歌？用你唱歌吼，迄个花花世界吼，我惊你后边你了去唱歌了，万不哩你了家庭什么，反正就是会怕会。该学歹去。对，会被这个大环境。是啦，觉得环境复杂，不是他这么憨厚的吊丁工地的一些好心也在应付。虽然讲伊不爱用我唱歌，但是其实就很刚好，一过新了后，过等你过了一年，我就去参加歌唱比赛。就是说，在爸爸过世之后，然后呢，开始追求自己的一个梦想。对，其实。台湾的不要盖棺黑，其实就拍供哎，就拍形容哎，你知道不？他不让我唱歌，可是他自己很喜欢音乐，很喜欢唱歌。我们爸爸嘛，唱歌嘛，就好听啊。哇！而且还一个吹口琴，对吧？有一支口琴，就是其实这支口琴是二十几年，快三十年了。因为伊拢伫哭啦嘛，然后你是伫哭啦咧做工课，暗头啊，阮老母自学，我就
去他叫，然后每次去他叫，常常就会就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時候就看着他的背影，一个一点在本这个口琴，我超有画面，所以有画面，还有声音的那种哈，对，所以我可以问一下吗？就是。这个口琴就是爸爸那当时炸你辛苦的那个口琴，对，他就是年纪稍长，后面的半的时期，就是这支口琴给他，就他，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唱歌，他给你的，对，一特就是特地留个，那时候他还清醒，他特地留给我的，所以你拿到口琴，可是我可以在这里就是很大声的跟我爸爸说。你不爱我唱歌，就是怕我变歹，怕我家庭过袂好势。我嘛，你过身到现在十八年啊，我来唱歌嘛唱十七年。虽然你无看到，但是我相信你有看到。虽然这十几年来无变歹，而且囡仔嘛已经拢读大学足大，我家庭过了足好诶。阮后我原来过了足好诶。爸爸，我想说甲你讲。好今年会得到咱中华关的模范母亲。哇！哦，敖就是妈妈意思。妈妈敖，我拢叫敖。敖哦。敖。敖。有的人叫敖，有的人叫伊啊。伊啊伊啊，我妈妈因都叫我阿妈叫伊啊。对，我那是叫敖。哦，罗岗啊，海山这边的拢不一样的叫法。而且我爸爸其实他口琴他没有学过，他就是随。随口吹，伊就是啥物有啥物旋律，伊心内想啥物旋律，伊就分啥物旋律。所以我嘛无，我也调性我嘛无学。啊，你有分过无？有吹过。有吹过。最记得阮老爸分一条的，叫做《望春风》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口琴，今麦给我的感觉就好像爸爸一样。虽然我很少去拿，很少去使用它，很少拿出来吹，而且我都放在拢客厅。唱词来对，给你鼓乐来对，但是就好像跟爸爸一样，其实很少讲话，可是他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放在最重要的那个角落。对，你今天要唱的就是老贝。老贝，好，来，我们欢迎谁？这首歌，假使你听了有感动，请你敲一通电话，转去予恁老爸。一个人伫外面坐。是阮老爸，孤单时的人客，往事是彼杯茶，寄月娘传予因某的皮，不知收着袂，讲你着不免挂念厝内底。一个人
道别。因为老爸有钱也无地位。